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各位啊，咱过来介绍啦哈。虽然是天气真热啊哈，啊，过啉来过一点钟就有饭通食啦哈。所以真紧啊，时间咧过嘛紧啊哈。啊，拄啊讲到这个农民造反哈，啊，过这个1927年哈，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啦哈。啊，所谓分裂就是讲。文化协会内底吼，迄当时有迄个左倾甲右倾迄个想法啦吼，迄个年代就是讲社会主义迄个思想吼，啊开始咧发达吼，啊所以日本的留学生真侪参加读册会啊，拢有即个社会主义的想法啦啊，像李登辉迄个年代相共啊，伊嘛参加读册会。就是这个社会主义这方面啦，哈。啊，分裂了后呢，啊，一挂人就去做这台湾民众党，哈。啊，这会使讲1927年是台湾上早做这个台湾人的政党，哈。啊，1928呢，啊，台湾共产党，哈，在上海成立，哈。啊，后来咱知影。啊，台湾共产党的这个领导者吼、哦，就是台中的蒋雪红吼、哦，啊，蒋雪红嘛是一个真传奇的这个台湾女性啦吼、哦，啊，虽然细汉无法度读册，伊拢做养女吼、哦，啊，方卖来卖去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嘛家己拍拼吼、哦，啊，变作啊共产党的领导者吼。哦啊，送伊个莫斯科大学去读册安尼吼，我那是真传奇的人吼、哦。啊，1930年呢，这个台湾自治联盟吼、哦、啊成立吼、哦，啊领导者林献堂啦、蔡培慧啦吼，这些人安尼吼。啊，搁换一个页安尼吼。Hello， 换页一个。哦，啊，主要就是讲，即个社会运动呢，啊，主要是争取参政权，吼、哦，啊，唔是讲要台湾要建国要独立，唔是吼、哦，是要参政，啊，所以迄当时呢，啊，台湾人积极啦，吼、哦，有认同即个日本的即个统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当时即个人嘛拢日本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即个运动中间呢。啊，唔是啊，平静吼、哦，日本政府嘛有打压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被起诉啦吼、哦，判刑的嘛有啦吼、哦，啊，伊当时的判刑，我想上加吼，关十几天的这种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只要我是列一挂吼、哦，啊，判刑的人啊吼，入监的当然真济啦吼、哦，啊，一挂代表性的吼、哦，像魏水啦吼。哦蔡慧茹啦，哈，这留日的哈，王明川、蔡培慧哈，啊，林佑春呢？林佑春是林献堂的一个侄啊，哈，啊，江杰、张新倩、赖和、杨贵哈，尾啊，这三位是文学家哈，真有名文学家。啊，赖和呢，咱个称作是台湾现代文学之父啦，哈，而且真侪小说。虽然伊是一个职业的医生哈，伫彰化哈，啊，伊写真侪小说哈，啊，甲杨贵哈，杨贵嘛，留日的啊，优秀的学生哈，啊，伊的小说得着奖哈，伊咧三宝夫的小说哈，得奖安尼哈，真优秀的这个台湾人哈，啊，然后呢，杨贵因为写那像200字啊，几百字哈。啊，结果予国民党判十几年，哇，抓去入到关的吼，啊，干200字就抓去关啊，十几年哈。我、啊、来，来拜托。哦，1934年呢，有一个台阳镇啊哈，因为我本身即马是拢
画图哈，我是画油画啦哈，变做职业的这油画哈，所以我较关心这个丹阳店哈，丹阳店伫1934年来成立哈，主要是迄当时有所谓的台店哈，一挂艺术家若要出头，一定爱经过这个台店哈，台店是。政府这个日本政府办的啦吼，所以的评审委员拢日本人吼，所以台湾这艺术家里面讲，咱台湾人的作品是安那一定啊日本人来审查吼，咱嘛会当家己来办一个店吼，咱家己做评审委员吼，所以因着伫1934年做一个丹阳店啦吼，这个。发起者、创始者呢？邓德基无伫内底啦，因为邓德基吼，伫1931年就过身啦吼。主要就是讲廖介春、李兆桥吼、颜水龙、李梅秋吼、杨三王、邓定波等等吼。我列的这几个吼，大家爱记住吼，因为这是鼎鼎有名的这个台湾前辈的这个艺术家吼。甚至在国际上不只有名哈，像廖介春、陈定波哈，在国际这个拍卖会内底哈，因的图哈，拍卖拢上亿哈，拢两三亿的这个价值哈，可见迄当时这个台湾的这个美术艺术的水准哈，都已经非常悬啦哈。而且因为我写邓德基呢。主要是伊较早吼，主要伊早过身，伊26岁就过身啊吼。伊虽然是少年吼，伊个画吼画图个才华吼，值得咱个肯定吼。伊非常照顾伊遮个较下辈人吼，像廖介春啊、李兆桥吼，因遮留日个吼，伫日本拢受到邓德基。照顾哈，我来个说来哈，来说来一点。Hello， 1940年咱知影哈，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哈，战争开始的时阵，伫战争以前呢，台湾人拢去日本留学读册哈。读医也好，读其他也好哈，但是战争爆发了呢，这个台湾人呢，伫日本呢，拢转到中国去，去中国的华北啦哈。当时日本伫满洲哈，成立一个满洲国，这满洲国的土地嘛足大哈，需要足侪人才，所以这台湾人呢。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有就业的机会吼，大家拢走咱中国华北去吼，去遐，干那这个台湾人的医生就几啊千个拢伫华北吼，但是去到华北的时阵，台湾人唔敢讲家己是台湾人，拢互相彼此呢用白字吼来做代号，讲咱就是台湾人安尼吼。所以这嘛真悲哀啦哈，唔敢表现家己台湾人的身份啦哈。有能力哈去华北的，去日本的哈，无能力的伫留伫台湾这子弟呢，哇，因为战争的关系哈，有的往征调去做军夫哈，伊当时早期还阁袂当做兵，做军夫尔，去到南洋哈。去帮助日本作战哈，当然真济去的哈，真济拢无转来哈。咱的阿公一代，真济拢无转来哈。当然是因为日本战败关系，所以你台湾兵呢，还是台湾军旅呢，无人照顾，拢放伫遐自生自灭哈，家己想办法转来哈。甚至战争结束了真久啊哈。还有台湾兵吼，原住民哦，还佫伫印尼的树篮内底，吼，伊还佫讲咧烧台咧吼，战争就结束啊，伊还佫咧台吼，
啊，结果伊毋知影，拢无消息啦、啊。结果嘛是送返来台湾吼，即咱拢知影吼。后、啊、来煞咧，哦，啊，1945年呢，啊，当然是日本啦、啊、吼，战败啊，台湾嘛战败啊，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吼、啊，啊，台湾嘛是战败吼、啊，啊，因为。中国顶个中国拍赢啦吼，啊，所以走去中国即个台湾人呢，所谓即个祖国派呢，啊，就顺即个势讲啊，安尼回归祖国吼，即卖当回来台湾接受台湾吼，啊，会当荣华富贵啦吼。我来说咧，啊，但是两当后吼，啊，就是228事件开始大屠杀。哦，啊！即祖国派，因为转来想讲安尼应该有一番作为吼、哦，结果毋是啊，被杀的杀的，被关的关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228事件虽然遮尼济人牺牲吼、哦，但是嘛促成呢，促成台湾独立的这个想法、这思想吼。但迄个时阵开始产生吼、哦，啊，228事件。伊个有一课是咧讲，差不多20000人吼、哦，啊牺牲去啦吼、哦，啊有个人是讲应该较济啦吼、哦，但是这无法度证明吼、哦，因为迄当时户口户政吼拢足乱的安尼吼，啊迄、那个无台戏的人呢就走啊，就走路啊，哦啊像这个贾雪红、杨克红，这个共产党员哦，因就走去中国吼。哦赵雪龙原来走离开台湾呢，伊走咱左营去，啊左营当时是国民党的海军伫左营，吼、哦，啊伊真巧啦吼，伊、哦、就讲诶，啊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，啊所以就去迄个左营的军港吼、哦，啊坐国民党的战舰吼、哦，啊去中国的吼，伊、哦、是安尼走去的吼。哦啊，廖文艺甲苏明呢，伊走去日本吼、哦。啊，苏明呢，苏明安那走去日本的呢，伊嘛真巧呢，伊就是伫即个吉兰码头吼、哦，啊，就看人咧船啊来运货啊，迄阵拢金蕉拢卖咱日本去啊，啊，就工人拢攀金蕉吼、哦，金蕉夹了就上船啊呢。啊，苏明讲，哎、欸，安尼嘛会使啦吼。伊就走去摸金蕉吼，金蕉攀到脚架吼，啊就爬船爬起来了吼，啊爬去船顶了，伊就避到船内底，吼，啊就船驶到日本安尼吼，啊当然去到日本了，去日本政府发工吼，啊但是伊讲伊就是反国民党的吼，啊这个代志，啊国民党要甲掠，伊讲哎啊这个国民党要掠的人啊。所以会使留在日本吼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留在日本，啊，所以在日本读册吼，啊，开始写伊的台湾400年史吼，啊，所以对台湾啊非常有贡献吼，伊这本400年史啦吼，啊，伊的一生即马已经80几要90嘛吼，阿哥90几啊，阿哥咧做台湾独立运动吼，啊，最近那种人伫。伊美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走伊个，足无简单嘞，吼、哦。伊即摆行路已经无方便啦，吼、哦，拢坐轮椅啊，吼、哦。来，佮说嘞，啊，1949呢，就是蒋介石留集团吼、哦、流亡来到台湾，因为1949呢，国民党佮共产党拍啊，吼、哦，共产党拍赢，啊，所以蒋介石会走无路啊，啊，走无路要走倒。就因为美国的政感吼，将蒋介石因遮的东征军遮人拢给送来台湾吼，啊，所以迄当时1949台湾啊，佫是日本的领土吼。虽然是日本战败，但是啊，佫无旧金山合约也袂签的，所以台湾依然是日本的领土。啊，蒋介石是中国的这个国民党。是中国人，伊流亡来台湾，啊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，所以
1949年开始，蒋介石甲伊个集团是一个流氓政权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国民党甲蒋介石呢有两重个性质，吼、哦。1945年，伊是受到马卡萨个第一道命令来接受台湾，所以1945呢，蒋介石甲伊个代表是占领台湾。1949呢，伊是流亡台湾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有两重个性格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严格讲啦，吼、哦，这个 ROC 啊是中华民国吼，伫、哦、台湾啊，甲伫中国个 ROC， 哎、欸，是毋是相共？无一定相共，吼、哦，因为安怎讲呢？伫1949以前，吼、哦，蒋介石宣布伊。伊无爱做总裁啊，吼，无爱做总统啊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总统是李宗仁，吼，迄当时李宗仁，啊，蒋介石1949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伊是一个平民的身份啊，伊毋是总统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中华民国伫1949伫中国就已经灭亡啊，哦，共产党灭亡啊，所以无这个物件，无这个国家，吼。但是1950年呢，蒋介石伊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伊要过来做总统啊，伊叫做复兴史书啊，吼，伊平民啊，即摆话讲伊要做总统啊，伊都是复兴史书吼，复兴史书啊，所以1950年所谓的中华民国啊是 ROC 吼、啊，伫台湾，哎、欸，佮挖起来，啊，即、這个挖起来佮死去迄、那个。应该是无同啦吼，啊，所以即马即个中华民国讲伊建国百年，还是无影好笑诶，伊无百年吼，因为中间断去，啊，中间断去吼，啊，即马国民党统治吼，1950年代、60年代，就是建立台湾吼，上惨烈吼，上凄惨诶即个时阵，啊。啊，1950年代、60年代吼，真侪留学生吼，啊，包括我本人吼，大家都是直直想要出国，直直想要离开台湾，离开台湾这种恐怖统治的这气氛吼。啊，1956年早期的这个留学生吼。在这个美国的费城哈，宾州费城，因就组织这个啊台湾独立运动哈，早期叫做 Formosans Free Formosa 哈，简单叫做3F 啦哈。啊，伊当时就是叫做费城五建哈，有五个台湾人哈，对罗主义、杨东建哈、林明坤、陈立德甲林树和啦哈。啊，罗主义呢？啊，即马搁伫美国，一个真优秀的台湾人吼。啊，英文呢非常好吼。啊，杨东健呢，即马已经转来伫台湾，伊是一个医生啦吼。啊，林明坤是贵姓啦吼？林义德啊，搁伫即个美国安尼吼。啊，林树哦，我了较无熟悉吼。啊，今我请呢。啊，开始台湾有这个地方选举，啊，所以有这个省议会五虎将吼，这大家也较知影吼，啊，就是李万基、郭国基啦吼，啊，53年李元振、郭富兴、柯世贤哦，啊，这些五虎将吼，啊，拢做国安的吼，啊，1964年呢，就是这个潘明明先生吼，啊，甲伊两个学生。贾东敏哈，贾聪敏哈，啊，甲这个魏定条哈，啊，写一个台湾人民自由宣言啦哈，啊，结果这个宣言呢，也未发出来呢，就伫印刷厂呢，哦，国民党扣押哈，啊，就抓起啊呢，啊，这个宣言主要是贾聪敏哈，啊，起过的，啊，这个平民教授看过哦，盖过啊呢哈，我来说嘞。啊，1970年代哈，啊，拄拄啊，我讲过哈，啊，就是潘明明先生伫正月脱离台湾。
啊，因家的门口啊，拢有人咧个顾。啊，伊要安怎走呢？因为门口拢有徛卫兵咧个顾，还是要安怎走？走袂去啊！啊，伊上一步就是讲，伊就开始流水酒，啊，流头毛安尼吼，啊，流胡椒安尼胡噶吼，啊，逐日拢徛伫伊个客厅个窗仔门口，窗仔门。一个窗仔门真大片，徛伫遐哦。啊，你监视的人就看到讲，啊，就平民们就啊徛伫遐，逐日拢徛伫遐。啊，结果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美国的传道师，吼、哦，嘛是福州的啦，吼、哦，啊来个拜访安尼哈。啊，结果呢，就是小对调吼、哦，平民们甲这个宣教师对调，即马就是。传教授来徛伫因客厅个窗仔门口遐吼，徛到遐，啊，即、這个监视个远看，啊，就平教授嘛去伫遐，啊，结果呢，平教授就流窜出去啊，吼，啊，伊是坐船，从台湾坐船去香港，啊，佮从香港坐飞机飞到瑞典去安尼，吼，啊，结果呢，人已经到瑞典啦，吼。啊，这个廖平啊，写报告的咧，监视的嘛，报告照写哈。啊，伊都还佫徛伫遐吼，啊，咧创啥创啥吼，报告还佫写啊一大堆啊。啊，伊都安尼走出去哈。啊，七零年代就是这个世界大都人民哈啊成立啦哈。啊，咱知影迄当时的朱秀副主席哈，蔡同英、张灿龙啊、罗文雄哈。即马人伫台中，伊是组织的组织部，陈良志咱也知影吼，已经转来伫台湾吼，啊，伊拢咧写文章啦吼，伫电视咧讲吼，啊，我迄当时是秘书长安尼吼，啊，七零年代气象事件，啊，1971年就是蒋介石甲伊的代表吼，方苦读出去联合国吼。啊，这点咱真济误会误解吼，啊，真济方边啊讲方教育了错误，侬讲中华民国方苦读出去联合国，迄唔对，吼、哦，联合国的迄个文写个真清楚吼、哦，就是蒋介石及其代表被苦出联合国，吼、哦，并唔是中华民国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呢？阿哥目前阿哥留伫联合国，伊个职位呢，阿哥是联合国，啊，但是伊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中华民国阿哥有伫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即马吼，伫咧宣传讲，哦，咱应该等于联合国啦，吼、哦，用中华民国名义去倒转联合国，啊，袂通啊，人都已经有啊，迄职位都有人啊，伊都无可能用中华民国倒去啊。所以啊，变个时代嘛是啊，我讲伊要等于联合国，我来用台湾的名义呢，写讲台湾要重回联合国，但是下骹一张批呢是签啊啦，签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，啊，结果呢一张批互摕了倒来，如果中华民国都无啊，中华民国都已经伫内底啊，吼、哦。1975呢，蒋介石死亡吼，啊，77年咱知影，啊，中央教会有这个人权宣言吼，啊，78年，啊，蒋经国呢继续啊独裁统治台湾，后来说咧，哦，1979啊，咱知影，啊，南部来的人吼，啊，真清楚，美丽岛事件发生吼。啊，1979年，这个阿乌斯啊是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，啊美国开始承认哦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哈、哦、啊因为这个关系呢，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，哈、哦、啊是那有台湾关系法，就是美国国内法，啊台湾那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哈、哦。美国无可能有一个国内法叫做台湾关系法，因为台湾毋是国家，所以有法度制定美国的国内法和台湾哦有一个关系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呢，
伊无叫中华民国，伊讲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呢，一九七九以后，伊叫做台湾统治当局，还是台湾地理当局啦吼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，伊无要甲叫中华民国啊吼，因为伊毋是国家，吼，伊也毋是政府，伊只不过是代表吼来治理台湾安尼吼，伊即美国认识甲足清楚的啦吼，啊，所以台湾并毋是一个国家安尼吼，后来。哦，一九八六，哦，民进党突破党禁啊，开始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阻挡安尼吼，啊，八七就是这个台湾戒严吼，实施38年都戒毒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戒毒了呢，八七年游园呢，从蔡幼传考组长吼，嘛是该抓个判刑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戒严无戒严差无足济就对了吼、哦，啊，因为。戒严了呢，因为都无虾米危险性啊吼，啊所以真侪台湾人拢跳离双股啊吼，啊变作大家拢逃离双股，逃离中华民国体制吼，啊结果呢，中华民国这个命脉啦吼，啊继续无死就继续落去安尼吼，啊1989郑南榕先生吼啊自焚安尼吼。我来一个说来，哦，1990年啊，这个早期去国外留学的这些留学生呢，拢变作黑名单，啊，袂当回来吼、哦。啊，1988年呢，开始突破黑名单，大家拢冲到回来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到1991年呢，啊，佫有黑名单。啊，我会使讲是1991年吼、哦，回来吼、哦，最后这个黑名单我掠去关的吼、哦，就是我啦吼、哦。我1991年正月摕这个，我当时是水电的护照吼，啊，东京中华民国的这个签证吼、哦，来到桃园机场，结果伫桃园机场给冻掉了吼，佫甲赶出去。哦，派四五个少年囡仔吼，佮佮赶出去吼，原机佮佮送倒去东京。我迄当时我足受气的呢吼，哇，30冬啊，毋捌倒来台湾吼，啊，踏着台湾家己的土地啊，佮无法度入来吼，啊，所以我迄阵就决定讲，安尼好，安尼我要用家己的办法吼，啊，搬枪啊倒来吼，啊，所以我伫6个月后，伫1991年的6月吼，啊，我就等。上山机场都入来啊吼，啊！但是我唔是摕我护照啦，我阵无护照吼，我是借一个东乡的护照吼，伊台南县的人吼，啊！第二喊我生做身官呐吼，体重拢差不多吼，啊，面型也差不多吼，啊，摕个护照都入来安尼吼，啊，入来了，啊，我着过几工，我着举行记者招待会。讲我、哦、回来了哦，啊！你要找我，要安怎找我呢？哦，我是讲，回来家己故乡是阮的权利啊，是咱的权利啊。结果呢，伊讲我违反什么国安法哈、哦，偷渡入境哈、哦，啊！结果用偷渡入境啊判一年哈、哦，我是讲咧判假呢，佫唔是咧，佫啊入去关一年哈、哦，一年佫关啊足足足呢，365天拢无减呢哈。哦啊，迄当时就是讲，你若判刑吼、哦，2年以上，坐一半就会当加刑吼、哦。啊，若判一年，你也坐满啦吼。啊，所以我判一年，等于甲判2年啦吼、哦。啊，真可恶嘞，伊拢算好势啊吼。啊，所以我坐甲满满嘞吼。啊，伫台湾足注意，我伫台湾关，只关3个月。我叫掠去的时阵哦，关伫土城，土城监狱。啊，了呢，土城关了，我就给抗议啊吼，因为我甲含一个重刑犯吼关做伙，迄阵要判9年啊几年啦吼。啊，我这一年的了9年的关做伙唔对啊，
我给抗议咧，讲你亲营房甲同营房要分开啊吼，啊，我要要求改一个一间房间。伊讲袂散啊，你改一个一间安尼自杀的先变怎吼？伊讲爱嘛无房间咧，我不管啦，你都是我要一个一间房间啦。啊，到尾呢，伊就找到高雄燕巢，有一个家长吼，讲有一个房间。讲会使，我会使关到遐一个人安尼。我好啊，一个人，我人较自由啊吼。啊，结果就甲所以甲高雄燕巢，哦，迄房间真大间呢，普通拢关十几个，我一个哇赞哦。食饭饱过，当到房间内底安尼运动散步吼。但是呢，伊地板足烂，然后烂了，搭来立来迄种啦吼，无讲偌舒适啦吼。啊，了呢，到高雄燕巢，我听遐内底人咧讲，那星期春一年以来吼，会当申请去叫做外野家啦吼，外衣间啦，啊，外衣间的意思就是讲，家家内底无围墙，啊，拜六礼拜阁会当出去吼，我讲我袂歹啊吼，安尼我咪当申请啊，我一年啊，所以我就去申请。结果有准吼，所以等高雄阁啊，刷去台南关山上乡吼，啊，所以伫台湾一年我要关三个工啊安尼吼，啊，所以遮乌名单了吼呢，真侪遮海外吼带动运动遮人，大家拢转来，啊，但是大家拢道理选举吼，比如讲张灿宏即马现任的立委啦吼。张灿宏啦，吼，捌做过台南市长、陈东山吼，啊，台南县长啊，柯点财吼，王一南、李元英这人吼，啊，过去就是伫海外啦，吼，遮带头分子啦，吼，就是讲参加台独的迄个纲领吼，第一条就是讲，咱要用一切的手段推翻中华民国呢。结果呢，即马回来台湾呢，要用一切手段投入中华民国的选举啦吼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讽刺啦吼。啊，1990年哈，啊，李登辉变成做 ROC 的这个总统哈，啊，来说咧，1991年哈，我回来迄年，就是有一个一百行动联名。啊，这是伫台北啦，吼！啊，主要就是取消这个刑法一百条。刑法一百条就是讲，吼，你若头壳咧想什么的时阵，就是会使给你定罪，吼！你若想头壳想讲啊，我要引导中华民国，安尼有罪，我来抓关，吼！啊，所以迄是真无合理，吼！啊，所以刑法一百条最后呢，成功取消，吼！啊，真侪官伫内底都放出来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有这个外道会啦吼，啊，教师联名吼，这个伫各地演讲吼，啊，1996咱知影吼，这个所谓中华民国什么直选啦吼，民选总统吼，啊，李登辉就第一任的安尼吼，啊，伊说嘞，我2000年吼。啊，变啊，就是选赢吼，啊，变成做这个中华民国，啊是 ROC 的这个总统啦吼。啊，迄当时就是咧讲，啊，咱正名运动吼，啊，咱都选赢，啊，去改一个名，啊，这个写一个一部新的宪法，啊，咱就会当独立建国啊吼。结果这条路未通吼，啊，唔也未通呢，啊，变啊，就往拍落去乌罗啊吼。现在还在关在里面，所以说要靠选举来建国不可能，这条路是不可能的。来说来，2002年呢，林志兴顶了有200几个人向美国呢提出告诉，主要论点就是说这个根据旧金山合约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吼、哦、，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啊、哦，啊，你这个主要占领全国呢，
即、這个你是征服日本的，你打赢日本，啊，所以台湾呢，应该是美国海外吼、哦，美叫做美合并的一个领土。台湾唔是美国的领土，啊，佫无合并，但是受伊管辖的领土。啊，既然是安尼的时阵吼、哦，你是主要占领全国，你对台湾本土的台湾人，你有义务。根据美国的宪法，咱受到美国宪法的保障吼，咱有美国的这个基本人权吼。上主要来讲，咱有这个旅行的自由的人权，所以美国爱发给咱旅行证件，吼，啊是你讲非公民的美国国民啦吼，咱不是美国国民，但是咱是非公民啦。啊，以这个论述吼。敢挑战美国的法律，这得要有相当的根据啊！哦，啊，无你要告美国政府，你要请美国律师，你要费用呢，啊，美金呢，啊，这钱要怎对来？你得要相当的把握啦，哈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，这个论述呢，在这个啊法律内底哈，有一个辩论啦，哈、哦！啊，各位若有机会呢，以这个辩论。有英文甲即个汉字的吼，啊，来个甲看真清楚，就是台湾的地位安怎安怎吼，辩论啊足清楚的吼。后来佫说咧，啊，所以三冬后呢，2009年呢，美国高等法院就做一个判决啦吼。啊，伊这个判决就是咧讲吼，你台湾自1945年以来吼，60多年来。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，台湾呢无一个一致认知的这个政府，哦，你政府无承认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国际社会中间呢无确定的地位吼、哦，台湾无国际认可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受到国际的这个承认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高等法院伊是咧讲吼，虾米人对台湾呢？会当行使主权，伊讲这是政治问题，哦，那法院无法度呢来做判决，有虾米人会使对台湾行使主权，哦，啊，这个主权呢，敢那会当一个美国国务院会当行使尔，吼，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，这个法院将这个啊案件呢给停，吼、哦。佮停掉就对了吼，并唔是真侪人讲败诉啦，虾米诉？结果伊是胜利的，就是得到一个结论吼。咱无国际地位，咱无一致认知的政府，啊，咱无国籍安尼吼，这写个真清楚啦吼。后来说咧，啊，伫这个中间呢，啊，美国一再咧讲吼，啊。2004年哈，啊，美国国务卿也咧讲哈，台湾并无享有国家主权哈。啊，2006年、2007年，伊一再咧讲，台湾唔是一个国家，中华民国嘛唔是一个国家呢哈。我来说咧，啊，所以林志兴这个啊，告诉哈，在我看法啦哈。将台湾问题、台湾这个国际连接问题，吼，真清楚，吼，啊，摊在阳光下啦，吼，会使安尼讲，吼，啊，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咱知影台湾问题要讨、要解决，除了美国法院以外，就是美国的国会，要透过美国的国会议员。美国的国会提出一个法案哈，了呢，美国总统较有可能哈啊出手了，对，较有可能处理。啊，无目前呢，美国还佫继续伊所谓的模糊政策啦哈，就是家己安尼无要用清楚安尼哈。啊，伫这个中间呢，美国会得到一寡利益哈。至少就是讲，这个国民党的买武器一定要向美国买啊！
啊，你若即个台湾是受到美国管辖吼，美国有义务吼，爱保护台湾，有义务爱提供武器给台湾。咱无需要甲美国买武器啊，伊也提供啊，吼。啊，甚至呢，咱毋免去做兵，吼。有遮种种问题，但美国伊目前呢，还阁无迫切要处理遮问题，吼。好来。啊，所以即摆讲起来就是讲，咱真清楚咱的方向，咱的路应该安那行吼。咱的路毋是伫即个国民党体制内底选举，伫遐咧走袂出来，即条路袂通。咱的路就是要继续做社会运动，来宣传民政府的即个论述、即个理念吼，啊向即个。美国的国会议员啊，来运动来宣传，可以提出一挂啊解决台湾的这个物件吼啊，这个论述那伫台湾普遍落去，这个力量就自然的形成吼啊。目前因为这个论述知影的人啊个少啦吼，你台湾2000几百万人。知影人还阁相当少吼，所以这论述要继续传落去，啊，继续走落去这个各所在吼，啊，各位若转去，这个要继续讲，伫恁的地方要继续来讲吼，啊，形成一股力量，这过去的运动，那个叫做 People's Power， 人民的力量吼，就是有较力吼。伊讲无偌久以前，埃及总统落台，人民的力量会落台吼。啊，即马利比亚即个动乱，嘛人民的力量，叙利亚遮嘛咧反抗，即马是老百姓的力量啊吼。啊，台湾人即个力量还袂起来，还袂形成诶吼。真侪人拢要减现成诶，无现成诶，咱就是爱家己流汗。家己出力出钱，吼、哦，从这论述直直讲来，这个形势靠我都执行安尼吼。安尼最后呢，我留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吼、哦啊，各位若有啥物问题要提出来分享吼、哦，啊，真欢迎安尼吼。哦有问题无？无多久啦吼，无多久安尼无啦，敢无问题？来，叫就业来。咱这本的封面哦，写2011年8月1号啊，要开始实施是实施什么？实施什么物件呢？伊实施叫我了解吼，是这个法案，这个公民管理法案是不是安尼？这应该是自行来。回答吼，应该较清楚。照我了解是这个法案要实施，哎、嗯。咱是咱家己规定的，美国有伫甲咱支持的。嗯、来，还佫问题无？啊，若无，大家擘到腰哦。来，遐一位。多谢多谢，哎，啊，阁有人要分享无？那无吼，啊，今仔日的这个课吼，是毋是到这来结束？吼、啊。
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起立。